双手合十，虔诚唱诵祈祷。花莲慈济医学中心大医王和白衣大士，还有志工团队齐聚一堂，为遭受风灾所苦的菲律宾灾民祈福。大家各以行动表达对灾民的爱，希望每一个善念的累积，都能成为受灾民众重新站起来的力量。大家都知道，上人说，日存五毛钱，可传法。那日存一把米，可救人。同一时间，台北慈济医院医护人员也齐聚大厅。上人在早上开始哽咽的说，希望大家能够把爱的能量啊再集合起来。那也希望这个爱心呢，能够让菲律宾的乡亲，也许上人说用以工代赈的方式，能够很快的离苦得乐，很快的重建家园。医护人员把平常点滴累积的竹筒捐出来，一人一善念，送爱到菲律宾，把这份的爱汇集起来。可是又不希望看到世间有那么多的灾难，我们可以做一点什么样的事情？大家献出爱心与祝福，期盼灾难早日远离。大爱新闻综合报道。大西洋。